71岁阿伯绿灯过马路，没想到左转货车朝他撞过来，可怕的来了！瞬间货车右后视镜竟然勾住阿伯的脖子，阿伯整个人悬空，身体摆荡，脚一度飞起来。司机吓爆，赶快冲下车。当下阿伯则本能地双手一把抓住后视镜，挣扎自行脱困。他吓到腿软，扶着脖子，过程又够惊悚。实在万幸，阿伯过马路被撞，他的颈部及嘴巴都有撕裂伤，还能自行走上救护车送医治疗。他的脸部有被打到那个后照镜，路人就是经过，就是有拿那个就是卫生纸给他擦血，嘴巴破掉了，后视镜刮他的嘴巴了。事发在台中公园前路口，上午10点多，阿伯到公园散步，回程时发生车祸。驾驶人抢越行人穿越道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。行人被撞，这回人不是被撞倒，而是被后视镜吊起来勒脖，夺命指数也是100%。幸好阿伯很快就脱困，散步过马路差点被后视镜索命，这情况真是想都没想过，而真实场面也十足令人惊吓。记者陈广仁、王世涵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科普一下，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，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